室逃脱三个月，枪击犯休息站落网。妈妈轻轻摸着的就是26岁绰号小知德的枪击犯吴承德，他落网后瞬间变妈宝，跟之前耍狠样判若两人。大家一定忘记他是谁了，咱们来前情提要一下。他就是台南去年11月8号凌晨2小时连续犯下3起枪击案的黑帮分子。同年12月5号傍晚，十名警员进入套房攻坚，破门后却找不到人，他凭空消失了。今天凌晨4点多，警方获报他开车从新竹南下，在西螺休息站将他逮到。所以我是为了共同，我有找给以杀人未遂、毁损相关罪行送判地检。至于让警方困惑3个月前的密室逃脱是怎样办到的，他说他躲在阁楼夹层内整整2天才下来，让收了1天的警察摸名钻打灰。地方中心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我打。